朋友们好，今天新思样想学院由我来跟各位介绍另外一门新的课程。这门课程主要是来谈到如何针对服务顾客让顾客满意的必要条件，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 EQ， 良好的情绪管理。所以我们从情绪管理与压力疏解，进而来导入优良的客户服务，做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分享。那这个分享的主题会分成四个主要的课程的目标，先是来了解情绪管理的重要，压力管理的重要，同时也会教我们如何面对压力，如何做好情绪管理，再进一步呢，将情绪管理，将压力管理来导入到一个优良的服务系统，客户服务系统，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压力的管理，使得团队的绩效更能够提升，企业也能达到企业的经营的目标。那这个课程的内容会分成以下的大纲。第一个，我会谈到情绪是什么。我们通常在教育上很重视 IQ， 事实上有很多研究调查发现，成功的关键因素跟 IQ 有关的可能不到 6%，剩下的94%都是其他的智能，最重要的就是 EQ， 就是情绪。那其次我会讲到情绪的来源，在生理的结构上情绪是怎么来的，然后还有情绪的分类，惧怒哀乐这些情绪怎么分。好，那我会提到情绪管理的重要性，这里会介绍一个叫做 MCT 的情绪管理。 M 是自我管理，C 是沟通管理， T 是时间管理。从自我管理、沟通管理跟时间管理去做到情绪管理。接着我会介绍 EQ 的一般传统的偏见，认为情绪都是坏的，其实不然，情绪有坏的作用，可是也有好的作用。那我们现在是如何去使情绪好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。像接着我会讲到认识自己的情绪，情绪沟通的一个三部曲，还有呢，我会讲到如何再造健康的自我。那么再有好的健康自我，就要对压力的排解舒压要有一套方法，所以我会讲到个人压力管理10招，还有企业压力管理，虽然是这个大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压力，可是企业有压力才有目标，才有挑战，那因此企业压力的管理也是必要的。最后我们谈到说，把情绪管理、压力管理导入到优良的客户服务系统，那我会讲到 SERVICE 这几个英文字的意义是什么，背后的意义是什么，跟情绪管理的关系。所以简单的说，这个课程是要从情绪管理、压力管理来谈到如何进到一个良好的客户服务系统，让顾客满意，追求企业的更高的营运的一个目标。谢谢，谢谢你的观赏。